个是刚刚蒸完，然后可以把它这样子，就是它里面有一些残胶，然后可以把它撕下来，用那个水蒸气，然后把它那个胶蒸掉。对呀、啊欸那个，你把原本的。对。然后现在呢，我要把它塞进去，塞在这个里面。这个呢要八米，要把它剪成像这样子的，然后再把它塞回去。像这样，这样一小块小块。好，上礼拜呢做的就是这个。这个，然后我们也是一样把这个放进去，然后换成新的，把它弄出来之后，然后换成新的。现在呢，就是用模具把它固定，把它固定住。现在呢，已经把它弄完了，已经用这个，你看，都固定住，都把它固定住。现在就是要等它那个胶干了之后，才可以把模具拿下来。